死了，咋鬼答应去吧娘娘。还不穿粉从头讲，哪有命运鬼家难，我娘家
侍郎官，你就该负起大明爷的江山才是啊。阿姑太，如今微臣我年迈，保不得国了啊。怎么说你保不得国了？臣保不得国了。你封不得君了？臣封不得君了。一霎时你想报也来不及了。徐皇兄，方才我上前问过他，那里执意不报？这国太请坐一旁。侍郎官，你看大明爷的江山惶惶不定，你就该将你那几个虎狼儿子调进京来，福报大明爷的江山才是啊。哎呀，老千岁啊，别人不知，难道千岁你还不知晓么？学生虽有几个裙子都在昆外居官，上说一事吊堂不及，误了大明爷的江山，学生我可担当不起啊。我来问你官拜何职？一个小小的兵部侍郎。你没抬头观看，来在什么地方？大明爷家的皇宫内院呐。赵王，官拜一个小小的兵部侍郎，竟敢来在大明爷的皇宫内院，你竟敢摆来摆去，我只说你是报国忠良，不料你与那李良老子举世同党，慢走，使我一锤。慢来慢来，学生我包下也就是了。侍郎官，方才你那里执意不包，如今哪个叫你包呀？哎，老千岁，收拾铜锤打着叫我报，臣焉敢不报啊。这乃是我们君臣定计合下与你啊。原来我中了你们君臣之计了啊。嘿，中计就这一遭，阿国太保太子来。好啊。全部报案。
小微臣为哪家？我问你，难怪我啥七天七夜的没睡觉，我问你把我的胡须从白了啊，老杨我生气去要为我后辈子孙争功劳，千岁拉轿，学生有话听来也了，也不知是朕的福分小啊，福分小我可不能再保唱，千年中啊，压得我的东歪西倒，回臣上下路睡觉，哎呀呀，微臣可是有病了啊，是郎官老千岁，怎么说你有病了？我有病了。你的病来的可是好突然呐、啊！哎，我是病发一时呀。好，你病发一时，来来来，我与你瞻仰瞻仰。哎，不瞻仰也罢呀。嘿，哎，是是是是是。Yeah.
啥you
叫咱